分田的农业发达，农药甲肥料的使用量真大。环保局为着避免农民黑白蛋农药罐、污染水源甲产地，以及增加耕作的危险性，今年特别举办一项农药罐的回收竞赛，结果成效优秀。环保局今日就颁奖表扬这一位社区。环保局伊今年当吼，阮特别咧推广这农废弃的个回收啦吼。啊，为虾米要回收这物件吼？就是讲，咱常常伫咱农民吼咧种植的时阵，会使用到咱这农药。啊，农药部分吼，即农药用了了，或者玻璃罐啊，哦，或者落坑的，也是水沟后壁拼，来造成咱污染。哦，啊，尤其是咱伫十月时阵，吼，啊，就常常发生讲，哦，有寡农民啊，吼，无细腻去打着只玻璃，啊，就受伤害。分田县环保局今年将扩大执行这项回收作业，除了各社区回收站会当兑换礼品以外，局内也放一台回收机，专门回收农药罐。那我们环保局目前有设置这一台机器，那这台机器会暂时先摆在环保局这边。那农民的话，可以拿我们的废农药容器，可以来这边做一个兑换的动作。那兑换完之后，它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兑换券。好，那这些兑换券就可以到我们所谓的兑换点，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宣导品。环保局人员指出，分田县今年的废容器甲罐仔回收的绩效真好，希望国民继续配合支持，让咱的生活环境更加清洁。目前来说，我们实施之后，我们目前我们回收这个废容器，那今年度已经达到139公吨，那一些废空品的部分也达到6180公吨。那说可以说是回收的成效非常的良好。目前全国配合回收农药罐的社区有20个，环保局会争取更加侪社区加入，维护生态环境以及耕作的安全，并且避免民众因为乱扔农药罐被查到受罚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